座整个拿下来了。哇塞，所以你如果不想要这个底座，你也可以把它整个灯变成手持灯，然后你就不用这个底座了。虽然这个底座全部都是塑胶啦，还有雨伞接头，我上次没有看到，就是你可以插那个雨伞的柔光伞在上面，但是。OK， 我们的底座就这样子轻松的把它拆下来，它就是四个螺丝把它锁到定位。我们继续最后的两个螺丝，应该底座就可以把它整个拆下来了。我们把整个外框拆下来，还有最后的底座啊，这个风扇卡在这里，我要怎么把它拿下来？哦，什么鬼？OK， 我们后面，好，发现我们的灯，好，最后我们的底座是整个，所以我们最后的底座，所以我们的风扇，所以我们最后的最下面这个底座是跟着我们的主机板跟我们的风扇是全部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把我们连接前面的这个有一个温度感应器跟我们的灯光的正负极这两条排线拔掉，我们就可以把所有东西分开来了。OK， 搞定了，排线拔起来，整个要分离了。
所以我们的前面的灯光就是长这样啦，一片 COB，后面就是几乎就是一个散热的风冷塔，这个应该跟电脑的配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接着我们就是改装风扇时间啦，我们这整个底座风扇全部在一起，我们的风扇也没有用螺丝锁在一起，它只是一个两根凸起来的卡榫，然后卡风扇的两个底座而已，上面根本没有东西连接。哦，风扇起来啦，就这样，轻轻松松更换风扇时间。